还吓着了呢。这个是年年，这个年年，你是年年，瘦手，瘦手过来。Roy， Roy， 你看他现在就很像了，摇头失舞。这是我们，这是我们的年兽。Roy， Roy， Roy， 给我吧，你们都看不见我在哪儿。嗨，看两只年兽。哈哈哈哈，先把喜庆的氛围做够，然后我们今天其实是要做个饭。我刚仔细的回想了一下，我上一次做年夜饭，大概是在十年前了。所以今天我们做年夜饭，主打一个恢复记忆，好吧？对，做饭最重要的第一步是什么？屏幕里面有没有会做饭的小朋友们？做饭第一步。做饭第一步就是先来杯咖啡。婉姐来了。哇，这个灯好亮。还有我们的周老师，周老师一会儿要教我拉花。平时哎，周老师刚有个龙耳朵哦，都有。来个龙耳朵。嗨，没有了。就我经常，就应该是最经常大家频繁的在我的画面里面会看到的文文。我们将一起录音，所以 ，Hello， 我现在在录音棚，啊，可以，人在里边就行了，主打一个随意好吗？这样我八宝饭钵钵鸡，我跟你说，一会儿期待，我今天这个是什么鬼？我今天其实现在直播之前我已经。准备了两个小时了，因为我怕直播时间内做不完。我们先来一杯咖啡提个神，好吧？好的，我们老规矩。我今天一定要成功，因为我上次拍的一个视频，我做咖啡没成功，因为我发现我倒出来的咖啡渣真的是渣，它不是一坨，它是散的。应该是个咖啡饼。今天来教我一套正规流程。拉花还是手冲？我可以选择拉冲吗？行，那就一号技师和二号技师同时上线。好的，来半首老师。没事，我们挨个来都行。行，来得及。我都把前续工作做完，什么洗菜、切菜，然后准备佐料，然后洗这基础的东西，我刚刚已经做完了。我就怕直播的时间来不及，所以就先做完。然后之后我们直播到那个环节的时候再说。对，我们记录下来了，但是现在还来不及做这些。先让我喝杯咖啡提提神。开启新的一天，主要是为了开动。我怕我根本就不记得怎么做饭了，我怕我已经忘了。为什么没有年兽啊？你没有什么秤？周老师是个哀人，他根本就不要进镜头。他说我没有秤，然后帮他拿到那边去。对，新年的祝福，旺旺旺旺旺旺。哎，南哥，你好啊！我在做直播呢，没事。哎，意外偶遇了孙楠老师来工作，对，因为我现在在录音棚，所以今天万一碰到，我觉得碰到谁都是有可能的。这么巧。对，我今天刚好在这边玩。OK， 打扰了。没有，一会儿见。新年快乐。哇，我现在，咦，看不到字儿了。可以，反正虽然今天大家吃不到，但是大家可以主打一个配合。我今天就是主厨，然后呢，我觉得你们可以。啊，还有声儿，它为什么会有声音啊？行，大家老师做了一个混蛋。哦，那我先把它关了。我看到有一个那个声音的，这个我老会出戏。主要是，今天呢，因为好久没做饭了，我先恢复一下记忆。然后呢，大家今天虽然吃不到，但是呢，给大家一个身份，今天你们可以扮演一下王储，就只需要抱着手机往那儿一杵就好了。来吧，我们先喝咖啡。好的，先让一号技师给你表演一个
以帮我们把这个往后挪一点吗？我们要看到做咖啡的过程，要看到周老师。谢谢。OK， 可以可以，好，可以可以，主要是能看到我完整的大草莓，还有我火红的那个年兽装。那可就来了。啊，好的，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周老师的标配。嗨。拜拜。可可爱爱。周老师，你不顺便讲解一下吗？万一大家感兴趣做咖啡的。但是大家看不到。看不到，就是现在先做了一个浓缩咖啡液。已经到这一步了，我们已经跳过了磨豆子了。自动的。好的，主打一个自动，没关系。我们今天主要是陪伴，互相陪伴。因为我今年过年原本我都不知道要干什么，要不要回家，因为觉得回家也是吃，在这里也是吃。要不就干活吧，哎，不想回家了。好了，这个创业完了。哦，原来刚刚已经做完这些步骤了。感谢。哎，我上次就是因为我没有用这个秤，所以我不知道。对，因为你用过它，但我忘了这个流程了，我就忘记重量的这个问题。然后到拉花了，拉花我觉得一定要给大家看，把这个手机给我问，我也想学一下。对，拿下半截，要不会按到。看一下周老师是怎么做的拉花。但是不一定会成功啊。啊，真的吗？周老师这么不稳定吗？因为周老师有点紧张。我也是业余的。啊，没事，我们都是业余的。我跟你说，做饭我也是业余的。我今天主要是恢复记忆来了。那就先给他打个奶泡。好的，看一下。好嘞，怪紧张的。没事，不要紧张。那可就来了。来了。我都不知道我拍到你了吗？哎，这哪呢？这。我拍不到。算了，全景吧，全景吧，看不见，知道在干嘛就行了。反正做咖啡我们都不是专业的。谢谢。好像还可以。啊，我觉得镜头有哪个是换镜头到那一面，我是不是就可以？哪一个是换过去，转到前面去？嗯，哎，在哪儿了？算了吧，找不到，你们都找不到，来了。等一下。周老师，你过来一点点嘛，一步，好，这样我能看到你了，这样好了，来吧。看一下成不成功，在此一举了。哎，好像也没有很失败，挺成功。哎，可以可以可以，请。哎，我非常非常成功的拥有了一杯开工前的第一杯咖啡，来自于周老师。然后我们的手冲来啦！熟悉。哎，我实在是不太好操作它。你把那个杆举过来。加油！你们就看着我在不在里面吧，我觉得太近了，大家也看不见。谢谢周老师，不客气。好喝。就是清醒过来之后，感觉做饭不容易出错。等一下，姐，等一下哦。嗯，我先把这个滤纸打打湿。嗯，你要过来，让我们站到有灯的地方。稍等一下哦。好的。这个呢？你们在干嘛？关礼物。哦。
你们关吧。好，对对，大家不要送礼物了啊。对，我们今天主要是为了节气，不要送礼物了，不要再刷了，有氛围就好了。我忘了，你看在哪儿关，你找一下。嗯，好。然后我需要，因为水已经烧好了，基本上93到95度，我来记一个时。刚刚是31点几，这个从零开始，然后我来计时，然后大概到2分10秒，然后你就这样啊，围着它摆，就小小的细细的，这个就是我只能跟着这样画圈圈，因为我觉得大家那个镜头应该看不见。没关系，好想在这打一个非静止画面。你来吗？试试。好，我还没干过这件事。小小的，就从里到外，从外到里一圈一圈。哎，细一点，细一点，小一点水。可以近一点，那离近一点会好。哎，可以可以可以。哎，我发现这个没有想象中看起来那么简单。对。要再细一点可以。其实你拿左手拖一下那个壶底会稳。对对对对对，对，就这个意思。因为这个壶嘴比较长，真的是不太控制得了。对对对，因为外面有点儿。会不会倒多了？没关系，还没，我再看着那个。挺好的，看得到。啊，他要倒多少克？180那天说。不是不是。哦，那天是说豆子180，18克。230。果然是。哇，就是我喝了这么多年的咖啡，终于要正常的做，也不算我做的，蹭一杯。往里面，好，可以了。啊，240了，还行，这个点可以喝淡一点。然后，它应该到了那个2分10左右，2分多一点点左右，它就会绿的差不多，就把它拿掉一下。后段就表色。我平时在这里的工作流程基本上进来，先是一杯烫啡，一杯很烫的咖啡，然后开始熟悉音乐，然后开始吃晚饭，然后出去跟狗走两圈消失，然后再开始录音。对，基本流程是这个样子。好，刚刚好。对了，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因为是过年嘛，所以也给你们准备了一些礼物。我们会，工作室的小朋友、小美女们会不定时的给大家抽取你们在你们的评论，你们可以说你们对，新年对你们的亲朋好友或者爱人，或者小孩或者长辈所有的祝福，或者你对新年自己的期许，所有这些。我觉得过年期间的祝福的话，然后我们会在这些话里面去截取，然后会送你们一个小礼物。对，然后这个小礼物呢，是我前两天在家里找出来的。嗯，我觉得就是小小小小的礼物，24年希望大家都美美的。嗯，啊，对，所以你们有什么新年的美好的祝愿，让我们。干杯！来给你们喝，试一试。你们谁要喝咖啡？美式。手冲。手冲。没手。来，接住。倒是来一杯吗？啊，好了。好啊。好，你再来一杯，然后我们就可以准备去开始做饭了。今天做啥呀？吃啥？特小葡萄，做点啥？哦，好的。这样最起码我能看到我的。哎，这个猫的脑袋好可爱，可以看到我的脸，这个角度能看到我的脸。啊，对，我昨天其实临时的让我的助理给我补了个色，又把头发染回来，要不今天就是一头。哎，不要这个头巾啊，这个头巾太吓人了，红配绿。果然是很有回村过年的感觉。好了，我们拎着咖啡，我们上去，把那个，我跟你说，一定要这样。哎呀，等一下，从头走，嘿，哎，这样就可以走了。
让我们去到我们去做饭。太过分了，不要这么调皮。我们去厨房，我们棚里，哎，我想带大家先看一眼，我带大家看一眼棚哦，平时工作的地方。平时经常，我不知道大鹏今天有人吗？没有人，好嘞，那我进去看一看。当，这是我平时工作的地方，应该很多视频里面都大家看到过。然后唱歌是在这个房间，哎，现在是个小黑屋子。帮你开个灯。好嘞。哈，这边是一年待最长时间的地方。然后一年待第二长时间的地方就是在这儿，因为通常唱完要跟文文一起剪啊，或者周老师混音的工作场合也是这里。好嘞，那我们去做饭了，谢谢周老师。不客气。嘿，好了，我们今天不是来上班的，我们今天是来做美食的。Let's go。上班吗？啊？你确定不上班？不不不，今天对我来说不是上班，今天。今天我是来展示显摆我的厨艺的，哇，后面好大一个灯，这么大个灯，哎呀，你们可能要帮我拿一个架子，对，先帮我举一下，我太热了。哦，妈，谢谢谢谢，嗯，我自己来。帮我滚一下后面吧，太多毛毛了，穿毛衣就是容易翻翻滚滚。对，主要是为了一会儿不要有毛毛飞到菜里。年兽你来啦，兽兽，兽兽来再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年年，兽兽，兽兽，哎呀，宝贝儿，哎，看见残缺就应该重建，不再纠结。快吓着了，好，来吧，走了，去吧，年兽，去玩吧。哦，对，我们要把先把这个架起来，但是我估计要放远一点，要不大家看不到我在干嘛。好，可以可以可以。好，然后这边。稍微往下一点点，这样能看到台子。因为，哎呀，再往这边一点点，好，能看到锅了。再转一点点，往这边这边，对，这样可以。因为就是音乐太大了，我听不到自己说话。谢谢谢谢，我听不到自己说话，我聋了。好。好，有一点背景的先，我先，因为我现在脑子还不太清醒，太久没有做饭了。我看了一下上一次做年夜饭的照片，是2014年，所以是整整10年前了。然后那天好像是工作完了回家半夜做的饭，然后之后就是零零碎碎，但没有正儿八经做过。今天呢，大概的先准备。其实我前两个小时一直都在做准备，在开直播之前，我大概给你们看一眼，在这里，在后边的那个桌子上是提前准备的菜。好了，我要先讲好，不要挑剔啊，我做饭也就那样，所以有什么对与不对的，我跟你说，这就是张家的独家秘方。对，没有一定要怎样的，我洗个手。确实刚刚抱了狗狗，我得洗一洗。哎，之前在猛切菜。啊，你给他们看了是吗？还没。他们说猜到了。对啊，我其实四点多一点我就过来了，然后先准备，接近5点，然后开始弄，然后先准备好，我怕两个小时根本来不及做完，否则今天啥也吃不着。啊，预备，从哪儿开始呢？我们第一道菜，
第一道菜叫深圳。主要是今天已经确定下来，3月9号我们的巡演在年后光的巡演会继续从深圳开始，然后是重庆，是第二道菜，第二道菜在3月16号，这个是什么意思？你刚刚比的这个，咱统一一下吧。好，3月16号是重庆，对，所以今天的头两道菜是深圳和重庆。第一道菜我想想啊，深圳比较适合哪道菜呢？我觉得在，先做一道长一点的菜吧，因为确实比较花时间。哎，先把炒的做了吧。我今天不打算我们说从头吃到尾了，我们做一道吃一道好不好？好，先找一个简单的。然后昨天因为我太久没有做饭了，其实昨天去买调料的时候全部都是新的，我把这儿先打开吧，我尽量让它啊，这个声音不会影响到大家，对，我也不会给大家细致的介绍，因为我没有要教谁做饭的意思，我们就随便闲聊，炒菜，因为我也很久没做这件事情了，今天主要是一个想要跟大家公布我年后的巡演，从深圳、重庆开始，然后呢，就是过年前跟大家聚一下，主打一个随意，所以你们有什么想要跟我聊的，我们就今天就是闲聊，你看我今天想要跟我聊的，我们就今天就是闲聊。你看我今天如此的修剪，万正式的。昨天骗大家检修一下头发，然后今天还是很精装的出现了。今天是精装版啊，精装版。好的，我想想啊，我刚刚准备了， okay, 千万别手忙脚乱的。我现在先忘记直播这件事情，好好做饭。好，因为我有时候一心二用就很容易出错，所以今天如果错了就错了，你们忍忍吧，各位王储。对，我前面目前也有最起码1、2、3、4、5、6位。烟雾报警器在那。那咱们要挪个地儿吗？必须得挪。热个方便面啊，烧个水啊，基本上很难在这儿做饭。好嘞，差不多了。先和拢和拢，我觉得它都有点干了，刚刚准备的有点早。
再再提鱼。然后这个牛肉呢，放了一点基本款，我们家基本上就是酱油、豆粉，然后我们家好像基本上不太用味精这种复杂的，很少，一般觉得肉食材本身也够了。我们会今天回去一身油眼子。哇，果然是用不习惯平底锅。然后来点泡菜。天，可以早点下。其实这个生的熟的无所谓，一般我们家都吃比较生姜，但这个是紫姜，我觉得都好吃。然后刚刚的一会儿还有小甜椒放在里面，但这个是以前我们家做其实是没有甜椒的，是我觉得颜色比较好看，所以我会加一点小甜椒在里面。反正它也不影响那个味儿。哦，之前还加了一点那个泡菜水。看这个颜色是不是瞬间就变好看了？因为其实料我之前已经放到肉里面了。然后可以再来一丢丢盐，因为前面我已经加了。对。对，其实已经熟了。闻到香味了吗？嗯，应该有香。是不是你对不吃姜的同学，是不是没有那么抗拒姜了？大家有问那个白色的是什么？啊？大家问那个白色的。这个白色的就是姜啊，紫姜。他还以为是水。不是，你尝一下嘛，你可以不吃姜，但是用姜炒出来是好吃的。给我一张纸，这个盘子上面有点水。好了，乖，我觉得我今天还挺效率的，还好提前做准备了。感觉如果从准备的时候开始做直播的话，我今天这个直播最起码要奔着四五个小时去。而且我觉得一个盘子好像装不下，我今天果然准备多了。本来我们今天第一道菜是剁椒鱼头，结果我忘记买鱼头了，忘记了，是不是差点东西？啊，差点东西。对，我今天香菜我也忘了，因为平时我也好像不太吃香菜，就感觉不太重要的样子，也很久没做饭了，很多东西。有人说不要香菜啊？有人说不要香菜？那么多人不吃香菜吗？不吃香菜。看来，好吧，那可能是命中注定让我忘记。哎，看，紫姜牛肉其实应该算是泡菜牛肉，还可以的。闻得到吗？尝一下，尝一下。哎，我也想尝一下，我都好久没吃过自己做的饭了，让我来试吃一下。谢谢，我要自己，我先试一下。你们要不等十分钟，如果我还站着，你们就接着吃。嗯，可以可以，手艺没有退步，快自己来。开始。哎，虽然你们吃不到啊，让。
我绝对不是表面的表扬自己，我真的觉得自己做得很好。也不是我觉得，你们吃完请立刻给我实时的评论举了起来，语音评论。好的。好的，要说具体的感受，不能只是好吃不好吃啊，要具体啊。那我可能得，好吧，需要你们帮我一下。任何一个，来换你来了。谢谢我大文姐。没事，我就想尝一尝。然后，对，就这种时刻我必须要留在这里，然后只能辛苦我们家马大总管帮我洗一下锅。然后我要准备第二道菜，第二道菜既然是重庆，我想了一个跟重庆比较接近的一个口味，想做一个辣子凤爪，这只是配料而已。然后凤爪我放哪去？我切好的。对，我刚吓到 Rory 都不敢上楼，因为他听到上面一直看切鸡爪的声音。然后其实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各种配料，只是刚好他出话了，没关系，反正我也不是教做饭，我只是玩儿。来，这个是待会儿的。好了，大家也要持续的把你们就是你们想说的给亲朋好友的祝福写出来，然后他们会截取你们的评论，然后会随机的在你们的评论里面抽选去送小礼物，记得哦。啊，好吃吧？好吃，好吃，真的一点姜味都没有，是吧？那位不吃姜的朋友，快来评论一下，姜有祸害到你吗？好的，这样我心里就好受多了。今天让一个不能吃姜的朋友接受了姜的味道。那下一道就是香菜炒香菜。没有，我们今天没有香菜。我还是比较喜欢用菜油，因为可能作为四川人就觉得菜籽油的味儿跟我做饭的习惯比较接近一点。就是那个味道会比较像我喜欢的味道。好了，先让它烧一烧油。可以。我主要不摆到我面前，我怕我忘。我得先把我要用的东西都放到我面前来。好了，一会儿一样一样说吧，我一下子脑子也转不过来，因为确实太久没做饭了，我已经忘却了我有这个功能了。非常非常非常正儿八经的忘却了，仿佛不曾拥有。去，哇，有点跟强姐说家乡话。家乡话，从何说起呀？新年祝福，新年祝福，感觉他要么是刚开始，要么结束，我们一会儿再祝福吧。接下来我们要吃的这道菜叫拉子鸡，不对，它应该叫什么？拉子鸡。我的鸡爪，辣子鸡爪，辣子鸡爪，我总觉得四川话说辣子鸡爪很别扭，它应该是辣椒炒鸡爪，叫，还叫炒鸡爪爪，必须要那个嗲劲儿上来才有四川味儿，才有成都味儿，对吧？鸡爪爪，要爪子嘛？哎呀，有的吃就不错了，真的是要啥自行车，对吧？他很给面子，到现在都没有警报，棒哦！好了，接下来，请开始我的表演。真的是，我要先忘了，我已经忘了顺序了，先来一部分吧。
那边有多少？这个火挺好的，因为原本以前做的话其实会稍微先用水焯一下，今天没有，今天想把它做得干一点。对，那但是我提前问了一下，今天在现场的王储们，在现场的王储们，在现场的王储们，有没有不能吃辣的？他们表示都可以吃辣。周老师不能吃辣，那周老师放弃这道菜。我还是蛮喜欢，就我以前做饭其实口味会更重一点，现在可能就是非四川的朋友多了之后，也会。就当然更多的点菜的时候我们还是小一点吧。啊，大家说应该加一个头盔啊，还带一个脱臼头盔就是它蹦得还蛮高的，就感觉我把火关小了一点点，对，就是火比较大。哦，太久没有做这件事情了。来，帮我把那边有一瓶啤酒拿过来，放旁边就好了，一会儿开。我们先备着，因为提前没有焯，一会儿稍微加一丢丢的啤酒，我不加料酒了。我觉得啤酒比较有意思，因为这个中间有骨头，它不会那么快好。然后再加一点别的料，我可以其实可以晚点加，现在加我怕太味儿太重了。啊，对，我晚一点，先把爪弄差不多吧。豆腐啊，我没有买豆豉。那酱有吗？有，但是豆瓣酱的话，豆瓣酱啊，那也行，来一丢丢。本来豆瓣我是留给，豆瓣是炒猪肉用的。哎，我这个脑子真的是来一丢丢吧。你还忘了一个东西，又要买了一次。哦，对，我没摆回去啊，已经有油点子了，完蛋！哎，爆了！没事没事，很快就好了，一会儿就好了，但是这会儿有一点点。哦，好烫！没事没事，现在好了，现在好了。我看刚刚，主要那个鸡爪上面有皮，它会比较好。那现在看起来颜色不是我要的了。但味儿肯定是不会错的，好就行，味儿好就行了。啤酒，啤酒来一点。要不多来点吧。你们有酒精过敏的吗？没有。那我就多来点了，反正他一会儿要收一收，我就跟辣椒一起煮，我就不加水了，我觉得加啤酒比较好。哈哈，这样我就可以先放料了。让它入味一点。这个就开大了。什么啤酒不能太多了，我还是得加点水，把那个矿泉水给我一下。这道菜很快，希望它有重庆的感觉。盖根儿。现在都烤鸭。
啊，看着就很辣。它其实还好，其实真的还好。好了，我把这个先盖一下。我真的是每次直播，比如说吃的呢，就会比较不好意思，因为做完了大家吃不到，我也没有办法给你们快递，肯定到了就没有那么好吃了。那下一次要不别开演唱会了，下一次要不别开演唱会了，开个品鉴会吧，是专门搞个那个吃货局。哎，不是小青姐清唱两句。一会儿吧，现在又是抽油烟机，又是音乐太吵了，还有这个饭咕嘟咕嘟的声音，你们倒是听听就算了，那个网上随便给我截屏乱放的，非说我唱不好，你说这帮人，你等会儿，老香了，已经有香味了，让我再等等，可以可以。因为我也老久没做了，这个确实会有点辣，因为我今天红辣椒里面是红辣椒是用的小米辣，然后青的辣椒用的二荆条，所以你们忍忍吧。我可以。对，但今天就是量比较大，你们那个赶紧吃哦，那个等到回锅那个牛肉就没那么嫩了，你们拿下去分吃吧。我刚刚已经尝过了，我再来一块子。我再吃一口牛肉，好久没吃了。好去吃饭了，好去吃。看锅还是看我？啊？专门说你看锅还是看我？那没有，有一句话叫什么？是兄弟就来砍我。没有，有一句话叫什么？是兄弟就来砍我。都好，来最后给大家看一眼啊，也算是吃过了，被王楚们上菜。还不错，还不错，啊、是吧？闻到味儿了吧？嗯。再来点啤酒吧，我觉得酒味儿好像这个啤酒有点淡呢，还行的呀。真的差不多了，尝尝吧，过鲜了就行了。其实一般以前弄的时候，我反而会稍微先焯水一下，今天一个是来不及了，本来想做干的，但是发现料又没配对。大家都说自己先热了啊，饿了还是饿了，可是今天不是传说啊。也是传说，你们只能通过被谁传染过？通过视频假装这是一个有味道的、有气味的视频，这是一个有味道的视频。Oh my god！ 我好佩服我自己，我怎么这么能干？我想想啊，还用不用？我放了豆瓣，我尝一下，太久。对，盐是需要的，就这个。但是再等等啊，我觉得还没熟，还不是熟，就是还有点硬。还是自己做着饭就演出了小品。我没干啥呀。看到汗流浃背了。被邮件的当场跳了一段街舞。哎，我也是十年不下厨，下厨管十年，也许未来的十年我又不做饭了。就贤惠这件事情吧，就是那个间歇性贤惠，持续性躺平，持续性的泛滥。谢谢王楚。对，日常我才是王楚，我现在经常就是往那儿一杵，等着吃饭。然后不仅不做饭，还对着做饭的品头论足的各种挑剔，就是这么脑子有问题。哇，好香！跃跃欲试。月月，他们说你欲试。月月要不要试？谢谢。
证一个。是有点辣，那你们就忍忍吧。好像吃完了，盘子好像不行，得拿这个。在吃饭，因为零食也，这个其实是给鱼头的，但是我忘记了，我居然忘记买鱼头了。筷子就好。看着都挺难看，我也不知道他今天够不够好吃。好香，好香啊！希望他吃起来是一样的。反正看起来是有面香的。嗯。看一下。我没法让你们吃，只能让你们看一下冒烟的，冒烟的，然后闻一下。你要再进来。这个筷子现在挺贵了，已经。试试看。哎，那衣服上了，衣服上了。哎，我要自己尝一下。我不确定哦，这道菜我说实话，我上一次做这个应该是我的。第一任助理跟我的时候做这个，怎么样？稍稍淡了一点，但是还行。很酱，果然还是要有点淡了点盐。其实刚刚干脆就应该豆瓣放多一点的。但是你让它稍微多待一会儿在那个酱里面，它能稍微再入味一点，还可以，还可以，好吃，就淡了点哈，盐，辣味够了，淡盐了。我也是太久没吃辣了，我自己都觉得辣。还好哎。啊，真的吗？嗯。我可能有一段时间没吃辣了，作为一个四川人，也是好久。我这个前段时间，我本来都胖回来了，之前不是感冒嘛，10天左右没出门，然后一下子就胖了好几斤。这几天突然之间想到啊，要直播，赶紧，不能让大家觉得我过年变懒了。但是大家过年都会变胖。先把回锅肉做了吧，这个比较快。哎，啊！我又干了什么？哎，谢谢。OK。好了，我们家的回锅肉本来应该是蒜苗炒的，但由于没有买蒜苗，这长期不做饭就脑子贼没有逻辑，特别没有逻辑。就这样了，没啥好挑剔的，反正你们也吃不着。感觉这句话会被骂的。反正啊，没事，反正是吧。我决定让他哦，不行，这个不能从冷锅开始。我要是不是菜籽油的话，都可以先把肉放下去。可惜这个有味儿。可以，看看我的刀工还可以吧。稍晚，你们可以把我之前准备的，看有没有什么可以让大家看到的。因为今天确实是怕时间不够，所以提前。哎，有人说不关礼物，不是关了吗？为什么还在提？哦，对，我这儿关不了，得让抖音帮我关，我不知道为什么。
不要看这么多油，它就贴个底而已，因为它是个平底锅，油不多的，油不多的，这只是刚好，因为它是一个超级平的底，刚刚好。反正你们就自己不要刷礼物就好了，我现在关不了，而且我觉得有啥可问的，前面都说了。好的，我没有开火，我在那晃了半天。啊，我就说我只要看评论，我就顾不了这边，顾这边我就想起来看，因为这个距离我也不太看得见。哎，其实就这么一点点，它只是贴过底而已。非说我油放得多，没办法，油油油。哎，等等吧，等待的过程总是很焦虑的。早知道就不准备菜籽油了。香，嗯，香。我也会觉得，反正我们家是喜欢用菜油，而且我刚那个习惯其实特别不对，就是我们家用火，老喜欢晃锅。但这是电磁炉，我一晃，它就没有在上面了，完全这操作跟习惯有点违背。太好的样子。刚把那个备菜的辣椒，把那个工作室发给我了。哦。好的，忘记买了很多东西。啥？忘记买了很多东西。但是今天看到这里所有的材料，这里全部都是现买的，因为家里所有的调料都过期了，确实太久不做饭了，我都快忘记了。很辣是吗？有一点辣的。嗯，但我觉得今天这道不算成功。不够咸是吗？我还是应该再放点料酒，就即使有啤酒，我还是应该再加点料酒。然后盐味儿好了，现在好了，我再尝一个。我撒了点胡椒，啊，也可以。现在好了。可以可以，这盐味给我进去一点了。对。我们这个叫，哎，以前围着灶台吃叫什么来着？就小时候家里做年夜饭的时候，家长会就是一直做，然后小孩会守在旁边，一会儿拿个什么东西走，一会儿拿个什么东西走。我觉得小时候家里长辈做饭的时候，我最喜欢就是他们切腊肉啊，切香肠的时候，就切小片儿的，切完之后就会剩一个整的给我拿着啃，就特别有过年的那个很豪横的感觉。然后小时候还跟很小很小的时候，然后跟一栋楼里面的小朋友几个人把家里的香肠弄一截出去，一人拿个火柴啊打火机啊在上面烤香肠，根本就没有手。一群手在下边，在香肠的下边烤香肠，对，一起烤香肠，特别怪异的画面感。而且刚好那段时间，哎呦，这个久了，就是周围有那种工地，关一下，就会有那种水泥管子的洞，就一群小朋友蹲在水泥管子洞里面，然后每个人举了一个打火机或者火柴，在中间很可怜的在点一根，对，烤香肠。哎，我手有点黏。豆子。啊，好嘞，开始。还有叫你去打麻将，是不能三缺一啊。关键是打哪里的麻将，不同地方麻将那个不一样的规矩不一样啊。对，有点粘在一块了，刚刚放久了，但不会影响的，只要我先跟他保持距离。啊，哦，我想起来刚刚忘放啥了，那个还少了一点冰糖。哦，那有冰糖的，就是鸡爪少了冰糖，我忘了。我就说那个味儿为什么没有贴在爪上？啊！今天各种失忆，慢慢的我会想起来的，说不定做到最后一道菜的时候，就成为唯一一道调料体现的。对，正宗的张家菜品。
就有网友帮忙总结一共忘买了多少一件东西啊，就是网友总结一共忘买了多少样东西，关键是就这样子，还是提前写了目录准备，然后买着买着又想多做点啥，买着买着又想多做点啥，最后发现都不行。全忘了，然后就老是跳跃性记忆，想上一个，想这道菜，然后突然逛逛着逛着看到另外一个，哎，还可以做个那个，然后就买下道菜去了。他真的太建起来有点难受。然后昨天不对，前天开始买调料，然后昨天买这些零碎的，看还不缺啥。然后今天来的路上突然想起来，哎，棚里有刀吗？所以今天这把刀是下午刚刚点的，嗯，就是附近找了一个可以卖菜刀的地方买的。还有什么是今天临时才想起来的？哦，盘子。对对，棚里没有那么多人吃饭，所以也没有盘子，完全把这个忘记了。我咋觉得我看屏幕这么黑呢？我啥也看不见，完全就是一团黑呢？还是我黑？还是我拿着盾牌，刚刚太我把火关小一点了，刚刚太见钱，但火太小了吧，又夹熬不出香味儿，还是开吧，一会儿要见了我再打起吧。就是有一种2024的第一场战役。哇，和厨房啊，和厨房的第一场战役。哎，好像有一个游戏叫分手厨房。对，胡闹厨房。嗯，哎，可能是因为手机太热了，打那个电话。没有，还有一种可能是做川菜，然后那个手机屏幕被油糊。我觉得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的。非常好，这会儿是油香味儿，果然还是要火大一点。那要上色啊？上色？对呀、啊，所以刚刚就是因为做这个才想起来冰糖这件事情了，忘了，完全忘了。我们今天现场还有一个新东方的大厨，新东方的爱好者，才差一点把爱好干成专业的人。新东方去健身。啥？新东方去健身了。哦，健身去了。说健完身再回来吃。你刚说健完身回来就没有了。大过年的干嘛那么努力啊？好了，这会儿可以。好奇怪哦，我刚刚手在这儿，不知道我要。不是，就手不太对。倒一点点酱油。这个应该挺成功，闻着味儿是对的。这个香味儿也有。你又来了，年兽。年兽，
你得离远点，一会儿油溅你身上。哎，现在走不进去了。感觉是不能及时吃到自己的饭，感觉很遗憾。要严格。啊。对的，对的。一直都一个小时了。啊？一直都一个小时了。现在八点了吗？嗯，八点整。有闻到香味吗？闻到了。小宝宝都。感觉都过来了，他不走了，这不像表扬了，狗都来了，说明你调的好。不走了，狗又走了，那还说明什么？不走了，就赖在这边。他也知道这边开饭了的样子，但这个没有米饭，总觉得缺了点啥。饭店。我那天跟他们突发奇想乱想，我说过年都是吃饺子，要不来点创意的，把做的每一道菜都包饺子里面。看会不会有奇效，感觉很神经病。找一下菜，嗯，可以。辣椒就不用放盐了，我刚刚生辣椒我就抹了点盐，撒了点盐在里面。好的，来个正儿八经的盘子。嗯，大盘，给我个纸。给我。干的啥也擦不掉。好嘞。婉儿姐，哎呀，没事，不用菜。我就想让他知道，我的辣椒炒肉绝对超越了我在这里点过的外卖。你要感受一下，我超越了。我替大家尝一下，定时出现，绝对超越。我是大家的快递，真的可以，我觉得这一盘肯定，你手没有入镜，还是没有入镜，没有，没有。好吃不？好吃，来吧，拿走。这个周老师可以吃，虽然有辣椒，但是不辣。哇，好香啊！啊，果然逐渐恢复记忆了，菜越来越好吃了。有啥吃？对，这绝对下饭神器。可是今天没有饭，啊，他们说我这里网不好，卡吗？现在不卡，现在不卡。啊？那我刚刚看有人说我网不好。有时会卡。行吧，那先不管了。卡那能怎么办？好吃哦，好吃不？好好吃。那我就继续了，我替大家都吃了啊。本大厨越来越有信心了，接下来做一道横菜，就是要一边哼哼一边做的菜。哼，看起来，因为反正一个小时了，我估计这道菜做完差不多就要到收尾了。非常但它有点像个大杂烩一样，我先拿过来。那个真的要用大的那个锡纸碗才装得下。配料什么的，哎，还有一个，哦，在这儿，刚拿来的。脑子的问题，现在完全觉得自己不知道是咋想的，脑子有点不匹配。现在要先可以直接煮，先泡菜，这个来点。
我要这个酸菜包。还是先来一点点炒一炒，一点点就好。这个呢，我也不知道叫啥，我觉得应该就是很四川的一个椒麻水煮。牛肚，牛和牛肚，毛肚，毛肚，牛肚。然后我比较喜欢吃的鸡心，肥牛。就是那个椒麻，金针菇和午餐肉，不用了，这些是配菜，不重要。我都怀疑这个锅是不是装得下，我就严重买多了。全放进去吗？严重的买多了，这是一道菜啊。我只能选择性的少放，但这个倒是会缩水的。这俩比较多。我跟你说，原本啊，这道菜里面还有粉丝，就是那个后边的那个粉，但我觉得应该吃不下了，不是吃不下，装不下了，吃也吃不了了。我觉得看起来我还是比较专业的哈，做饭这件事情虽然很久没做，但是还行。我就喜欢这种很川味的东西，各种调味的东西都很齐全。哎，我刚说我要做椒麻的哈，不是酸汤的哈，之前说的是酸汤，算了吧，临时换的酸汤。没事，我让我思考一下，思考一下。思考一下，忘了。化身不倒的鱼，就七秒钟之后啊，我要做什么？完全忘记了，主打一个水。事情了，管它是啥名儿。味儿太大了，嗯，好像蒜，这简直是随心所欲的大厨啊！随心所欲，一手张亮有寸火，神清其味。啊！主打一个没有主打。没事，我火关了，我火已经关了。啊？我出屏幕外了。对，这个不重要，这个主打一个各种调料包。我主要是想把这个蒜稍微煸一，对，普通话应该是什么？爆香。对，稍微让它过过油吧，我实在想不起来普通话这个应该叫什么，四川话叫煸一下，煸一下。嗯，让它那个蒜的那个香味先出来一丢丢就好。哇哦，我不是火小了一点，我是直接把火关了。然后我要放一点火锅料，火锅料是现成的。嗯。现在待在哪里呢？炒大蒜。啊？你说要炒大蒜？不重要。要啥自行车？反正你们也吃不到。好吃就行了。我估计这么大一坨得两坨才够，太多了。嗯。嗯，好的。应该在。蒜不需要开一下吗？已经
很小，我刚刚没开火，因为我怕它溅出来，我把火关了的。我只是在干别的，来不及。不要指望我像正儿八经的厨子一样那么有效率。对，我是不可能，因为我一开始对自己就有一个很正确的判断，就是我不可能很快的把它做完，所以干脆就提前了两个多小时就开始准备了。确实是不行，做饭这事儿还是得专业的人来。喂，这个刀太好用了，好用的让人心慌。对，两坨应该够了。好嘞，你们小心啊，我刀朝上了。我又把火关了。刚刚有人说这道菜是火锅底料炒蛋吗？没事，慢慢进步，再过一会儿还能有个新名字。主要是这个火锅料里面有牛油，香香的。主要是想要那个牛油味儿。而且我们家其实以前几乎每个人都会做饭，然后每个人做的饭味儿都不一样，各有各的特色。家里长辈里面最擅长的就是煮面，因为其实也不应该是南方北方，反正我们家就特别爱吃面，各种挂面。但是呢，主打头一天晚上吃啥，第二天吃的就是啥面。除了基础配料之外呢，就是把那些面上面把头一天晚上的菜放上去，就是我外婆老喜欢做的。然后小时候最想大概四五岁吧，早上特别困的时候，外婆一定要让我起来把早饭吃了。我说我特别困，他说吃了再做，然后把我薅起来之后坐在我背后，我也躺不下去，一定要让闭着眼睛也要吃，一定要把那碗面吃了开心。好香啊！这主要料香。火锅底料。啊？火锅底料很香。过一会儿我可以加东西。真的好香。反正就这个菜主打一个熬。我才发现其实做之前我也没有想好我要做什么，每一天的方案从我第一天跟你们说我要做和第二天想怎么做和第三天，每一天的方案都是不一样的。做上你就什么都不一样。对，想不起来。帮我把那桶水给我。麻辣香锅啊，他说是麻辣香锅。把那桶水给我一下。王楚们来，随便来一个王楚。谢谢。啊？没事。变成了火锅料了，漂亮。那我觉得这样子可能就不能放金针菇了，全是油。看你们介不介意啊？介意。啊？不介意。不介意吗？嗯。好走。好的吧。我是比较喜欢这种感觉。我筷子已经等着了。但今天就是没有做米饭。不太咸，所以很好。不
所以我一般就是容易淡，基本上不会咸。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味儿，闻一下。哇，好香好辣的！我一会儿弄那个白碗里面的东西的时候再往外砸，往里加。这个就当凑数了，今天东西不齐，连香菜也没有。这个煮个酒，没事，你不用过来了，我季季来，季季，就当火锅菜吧。因为我突然发现，不只差一样东西，两样东西差很多，好多都没有了。这个待会儿，好。我今天不要撕好吗？下锅的时候再撕就好了，不用。其实不撕也没关系。你夹的时候你自己会撕开的。哇，我好久没听这个歌了。亮哥跟亮哥唱那个。亮哥跟亮哥唱那个。亮哥跟亮哥唱那个，我姐的做饭的特色就是些蒜泥。对，想到啥是啥，其他一点不重要，所以千万别跟我学做饭，非常不靠谱。低头看着你的衣服啊，低头看着衣服。草莓的那个点点换了个颜色到外面，全是点，有点子。没有办法，做饭。我忘记了围裙。啊？忘记了围裙。全忘了，因为毕竟很久没做饭了。这是啥？可以。没有你吃的。汤再舀出来一点，反正喝米汤我也挺喜欢。我有段时间有个特别不知道什么怪癖，就是喝粥喜欢加白开水，就喜欢搅搅搅搅搅，然后喝，然后搅得很淡，就不让它沉下去，让它浮一半的时候开始喝，但是就是要加白开水，这种很莫名其妙的问题。其实也不是说我想加水，是因为太多了，腌不下。
它就不在水面下，它在水面上，但是我又觉得不放完浪费了。正好那个健身的应该能吃得下回来。让他白健身。不是，让他出去健身变成帮助消化，提前给自己空一些地儿。对。啊，我觉得今天这个失败，好失败。啊，不是我想要的，但是虽然不会难吃吧，但是我一开始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把那个火锅底料一放下去之后，我就觉得跟我想的不一样了，彻底偏离轨道了。这个很像冒菜。嗯，我都想一会儿单独弄个给你们弄个香油碗了。这做的是啥呀？啊？这做的是啥呀？乱炖。哦，看出来了。我果然脑子里想的是火锅，你看，内脏，也不对，不能讲什么牛肚，牛百叶，金针菇，午餐肉。这完全就是火锅嘛！啊，我脑子里想的根本不对，好偏了。你到底想做的是？我不知道了。我现在觉得他能吃就行了。我们现在主打一个不进医院。哈哈哈哈哈！有人说像冒菜啊？像冒菜？是的。放心吧，可以吃。现在只有这个要求了。好吃就行。嗯。需要一个非常大的碗。啊？需要细致的那个，这个，对，需要大的，但是就是没有香菜，加点绿色，不是，它应该有点香菜味儿的。那就来根葱吧。你知道吗？你不说这个的时候，我都忘记我买了葱的。这个你没忘，但是我真的忘了。我说实话，你不说这句话，我已经忘记了啊！我还买了葱的，唯一的绿色。啊，这里唯一的绿色，地上唯一的绿色。我尝一下盐味够不够？应该有一些东西是好了的，吃个蒜吧。耶，头发咋了？我做饭做的有点乱了，是吗？要美，嗯，美，没了，没了，没，没了。怎么一顺嘴出现了什么？衣服，刚造景吧，差点。哎，七个菜，来吧。你不吃蒜啊？不吃，好吧。一颗大蒜，手上的蒜，硬的吗？软的，绝对是那么久了，肯定软了呀。这个就可以不要。有粉丝听出来在放偏心，就是憋死我的一首歌。就那个旋律其实特别不好唱。嗯，我都有点不想放了，你们要吃吗？要。好的，放。我都怕锅放不下了，我觉得我的规划有问题。我果然是年夜饭，我都怕一会儿你们吃不完。人多，我们人多，对，不太一样大，嘴多。好吧。你看破音了吧，亲？我也说啥样没听过，哎，你别说，他真的是听过很多。哪首歌没听过？哇，这一波很浆糊哎。刘毅是他戏里面的常驻。啊，对，因为我每次录音的时候，他的那个小窝就在录音间的门口，
然后经常我录着录着听在他旁边睡一会儿，我正在唱着叹口气，怎么了？毛肚肿了啥？毛肚那吃吧来吧。哎呀，不要挑剔我，不要挑剔我，我是个锅手，不要挑剔我做饭，真的。筷子来，等一下我牛肉煮好。对，牛肉还得等一下，真的是太多了，真的太多了，真的太多了。首先得让他数，他现在的画面感不太好。非常不咋地，我现在都有点嫌弃我自己。我想到了一个补救的方法，我先试试啊，太血淋淋了。但我用了它接一会儿。尝尝吧，味道是可以的。我真的好想给你弄个佐料。大家的快递要上线了。哦，原来是我的手机要没电了。这次你真没电了。哦，果然好吓人啊！我要是播着播着手机没电了的话，不动。充上了，看到那个小闪电了。吃个毛肚，确实毛肚下早了。我刚本来都没有想要煮这些。这毛肚要变成鞋底了。啊？毛肚要变成鞋底了。哎，并没有。胖。我就来一个更随便的事情。好喝，好喝。其实也用不着，没啥味儿。行。哎，现在起到一个颜值的作用。对，它主要是起到一个颜值的作用。但味道是 OK 的。这俩还要放吗？对，其实可以放。好了，接下来是放上锅盖的时间。啊？是的吧。那我们可以直接拿锅。没有，还有一个汤。但那个汤超级简单。行，它再开了就可以起锅了。这个佐料没用上，就用了一个火锅料的包，我就发现其实啥也不用放了。好吃了。你吃了吗？不吃了。我是大家的快递，其实可以随时下筷子，现在就可以。我想尝试一下那个牛百叶有没有变成鞋底。你尝吧，真的没变鞋底。这个是牛肚，也可以。烫啊！好像变了，好像变了。第一口没有坏，因为这是牛肚、哦，真鞋底。牛肚，那你不要那一块。啊，这真的是鞋底，那个是拐角的，来一个正常的。好，谢谢。会，好，谢谢。会，这块应该可以。还是不行哈、哦？是吗？这可能是拖鞋鞋底。然后我们接下来尝尝这块是什么鞋。哇哦，这块是天真无邪，是真的，是真的不行。但正常来讲的话，它应该越煮越软才对啊。毛肚不是，但是牛肚应该是。我应该牛肚再早一点下，应该就可以了。好了，就这样吧。失败了。它叫什么名字？这锅啊？刚说嘛，叫乱炖呢。
帮我冲一下，然后擦一下。需要两个才装得下。你们待会儿端的时候要小心，这个是软的。嗯、好热呀！嗯。啊、嗯。嗯，因为这个火锅味儿比较重。哦、oh, ，sorry。最后来弄汤的。哎，我也看看手吧。啊！是的，我就说量大了，而且量大了不好看，感觉好吃就行，感觉像馆子里面那个大锅菜。对，年夜饭就是这样，就是量多。但是年夜饭怎么得有个多少个人？十几二十个人。你看旁边还有个。旁边那个眼睛都直了，但是很明显你是吃不上的。小狗听到了吗？小狗，小狗，你不能吃。小狗，忙死他。严嵩，瘦瘦，你看他有反应了，他今天终于对这个称呼有反应了。那你们就吃肉吧，主打一个吃肉，放掉那个肚。但是鸡心肯定好吃的。来，嗯，看上去还是可以的。这个大排档里，来，先拿走一个吧，小心，小心。来，它没有想象中那么。对的，是这个味儿，但是跟我预想要做的东西不一样。哎，对，另一个片段，另一个版本。其实这个跟感觉跟录歌的时候有异曲同工之妙。一开始你想象要把它录成一个什么味儿的。然后发现录着录着，然后特别是编和声的时候，编着编着就变成了另一个味儿。我想比较代表性的例子，比如说如画那个歌，就是我们编和声编完之后，跟一开始完全不是一个意思了。金针菇真的熟了？啊？还不说金针菇不熟？怎么可能？我们都还站着呢，还没上医院呢。最后一个超级简单，但是也中间还得洗一道锅，就是我们家的传统菜，就前面全部都是肉，这是佐料，里面就是佐料，四川佐料的传统项目，什么小米辣，蒜末，然后折耳根末，然后有点花椒，对之类的。真的很烂。白煮，白水煮，菜捞扣，包耳菜，然后直接油浇上去，然后再加点别的佐料，然后就是清汤的豆腐耳菜蘸水，对。我们家的就是吃过年吃油腻的东西吃多了，就这对这个菜就特别充满向往。这个水够不够？啊？水够吗？够够。要先把这个东西弄了，就很快了。或者最后来弄这个，免得洗锅。可以，想好了，这回不会错了。真的？真说的。我这头发零零碎碎的，好像真的。一直要往下掉下来，水先给我吧，这个不用，我先煮。那个环儿帮我扶，谢谢。哎呀，他留甲板。不是好久。
勤劳了一点。我要吃。我要回去懒惰一个星期。这个年我要回去当王厨。我那儿厨师爱不干。姜姜姜姜姜姜姜，在这儿，刚洗过的。刀刀刀刀刀刀刀，在这儿。大概都是洗的。嗯。嘿。嘿。其实有点多。一小块就够了。啊，吃上了。点评上了。嗯。大众点评。大众点评。关键是我一句都听不见。不是，好吃。嘴不控制吧？你看这传动的人头。关键是，我就不该选择这么容易失控的菜。我就不该选肚啊之类的，应该弄点什么莴笋片啊、藕啊、土豆片啊这种，哎，一下子我就觉得对了。你怎么吃？让我看看现在大家。哎呀，我正一点啊！我终于能看见为什么我这个屏幕这么黑啊！什么省电模式？我没有开省电模式，我就没有用过省电模式。你看你的屏幕跟我的，哦，是不是完全两个颜色？好奇怪啊！我啥也看不见，我又看不到大家说什么。防窥膜啊？防窥膜？我没有膜，这个是我连壳都没有，我这完全是那个手机是裸分的。我只有一个屏保，我只有一个翻白眼的屏保，啥也没有。我们都是这个屏保。啊？用这个看。啊。哪里说卡了？喝水吗你？说这个灯光怎么了？是我出汗了吗？应该是汗。来补个妆。没有，拿纸摁一下就好了。喝水。大家看谁的美甲？啊？不像美甲。其实啥也没有，就是一个颜色，素色的那个咖啡色、巧克力色，怎么样？还可以吧？就像那个街霸里面，说过了，有点过了，有点过了，有点过了。收，今天打扮的这么斯文的，然后我们的内容这么贤惠的，端庄一点，端庄，来，端起来，装起来，来，抹口红。补个口红吧，我需要吗？直播里看得出来吗？嘴，看不出来就算了。能看出来一点。好的，重来吧。刚吃的油。请关注。这姐是酒精白口妆。刚刚。是泡椒凤爪。大家总结的那个今天失误接近。啊？错了。忘记买围裙，剁椒鱼头忘记买鱼头，配料忘记香菜，大筋忘记什么，然后蒜苗回锅肉忘记买蒜苗，就是，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但是好吃，对，但是好吃，做起来好吃，能看出来哈。哇哦，原来化妆是真的很。我以直播这个灯一打，感觉也看不出来啥区别。还是有点。哎，开了。动手吧。喂。哇，这一大锅感觉清肠菜。清肠菜，我的豆腐。哦，here，有了，差一下，有了。有没有可能它可以撕？嗯，
它暂时还撕不开，因为拐角粘上了，这样就可以了。距离感，保持距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了，不管它了，等着吃就行了。一会儿这个汤起锅了，然后再烧点油，往这个里面一浇，然后来点酱油，来点小小一点芝麻，再来点那个辣油。辣。好。对，我准备。芝麻其实对我来说就是点缀，放香油就行了。芝麻是为了让它好看一点，好看还是蛮重要的。因为其实家里我们就是放香油，不放芝麻。芝麻感觉是那个要消瘦的那种饭，对，味道肯定不会差的。来，今天最成功的应该是回锅肉了。这个应该也好吃。这个应该也好吃。等你吃完所有油腻的东西，然后这个就变成了最好吃。哇，我这两个锅盖都可以用哎。对。我发现它俩是同一个型号的。哇，我这衣服哇。已经这样了吗？我都没注意，这么多油啊！啊！现在几点了？8:43。你说直播结束之前我能做完吗？能吃上吗？直播结束9点。我们几点结束？年前本来正好这几天也不录音了，也不干啥了。对，因为录音师放假了，他也不告诉我他哪天干活。你每天发专辑吗？你就是。哎呀，好的，那我们主要就是3月9号深圳，3月16号重庆，我们国王巡回演唱会要继续，到时候在现场跟大家见。对，主要今天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互相陪伴，然后以及商量好年后咱们怎么互相陪伴。对，这个很重要。哎，有水，帮我把这个倒掉。直接拿走吧，不需要它了。但是一会儿汤是不是没有这个大盒子了？小碗，这边有汤碗吗？亲爱的，我找一下各一个的。小碗，那个锅吧，直接用锅吧。用锅吧。那锅应该能，这个锅也行，行，那就没有问题。那我其实可以拿那个直接烧油，我就可以同时了呗。用那个小的水壶来烧那个油，对对，快一点。对，我就是这个。这个下面那个，下面，哎，对，我只是把它挪开。点火就好了。我已经看不见我头发长啥样了，我只知道它这边一直哒哒哒。现在行吗？因为我屏幕是黑的。啊，我这个甚至看不出我的头发是红色，我连前面这个草莓都是黑的。这个是，就是那种绛红乌梅色，你看，啊，什么都看不见。我以为我在这个屏幕里面，我看我自己是黑头发，真的。嗯。
风有点怪异。哎，可以了，现在可以把音乐开大一点啊，让我们有点氛围感。毕竟我现在在这儿啥也没干，我在等，我在等水开。哎呦，开了，开着可以稍微给我们来一点节奏感。有没有节气一点的歌吗？快一点的，让我们可以热。我现在真的好热啊。这样各位王储们可以在自己的家里不仅可以杵那儿，还可以蹦起来。让我们来点可以蹦迪的音乐好不好？我们要动子动子动子，年兽来一起跳舞。年兽不要叹气，跳舞。年兽没得吃，年兽你真的吃不了，可好使了。You got me turned up when I should be turning down。对，那一瞬间感觉自己像个表情包。还没熟，快熟起来。欢迎 ，You got my heart。不行，我拿着这儿搓。救命！我在干嘛？哎呀，快好了，快好了，快好了！哦，哇，这个锅热得很快的，这也太快了吧！帮我关一下。好好好，这个确实只能在这儿，按照这个火的，对，让它余温再热一下，还有一点点那个清油味儿。没事，我来放边上，把你。乱唱，有气氛。盖子锅盖是不是十块？啊？盖锅盖是不是？盖过了。刚打开一会儿，算了，我别在烟感器这儿晃，先把它收走收走收走，妖精，还我爷爷，给你爷爷，我不要，哇哦 ，You got my heart。我就说我每次这件事情，我就特别喜欢听这个声音，来，帮我把音乐关小一下。很重要，很重要。做饭的仪式感就在这一声儿。听起来就很香。给你闻一下。哇，这个花椒和蒜的味道。这儿已经闻见了，很香。我在这都能闻到。对，我就是这个的仪式感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个步骤。擅长的，因为在差不多十年前，八九年前，我吃的最多的就是白水煮，所以白水煮很难吃，你就必须要能做蘸水。我感觉饭变好了。其实这个放放葱已经意义不大了，可以不放。啊，香香。
我就想，我现在给自己发个奖金来得及吗？叫叫叫叫叫！不是那哎，哦是糖，一丢丢就好。这是一个豆腐青菜一个蘸料，就仅此而已了。让我先试一个，然后我再跟你们聊，让我试一下好不好吃。清香啊！哦，我可喜欢吃这个青菜头了。啊！我把它摘下来。哎！哇哦，这么黑脸吗？这么黑的脸，这个发型真的是太厉害了。我们今天的啊，成果，部分成果，还可以，还可以。最这么久没有做饭，现在能做成这样，我已经对自己很满意了。还。记忆恢复的不错啊，玩姐啊，别这样多好呀，好吃。我跟你说厨子很高兴，我就为了避开你的镜头，今天全给我拍。没有，就是这是一种对我的表扬。你说什么？我说玩姐来穿中镜了。嗯，好，我现在终于，哇，我刘海又掉下来，分叉了。但是今天还算可以，最起码做出来饭还
我自己觉得自我感觉不算太失败，起码它是好吃的，虽然它今天长得不太好看。我补足，对，今天快两个小时了，反正主要是为了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对，就主打一个互相陪伴吧，因为今年确实没有想好这个年我要玩怎么玩，因为我已经不知道想不起来要怎么玩了。对，这是今天主打也是个玩，主要是觉得好玩。哎，不行，这个光太亮了，晃我眼睛，我才爱看不见。哎，不用，我在这儿吧，我在这儿，这儿就能看见了。刚刚那个地方完全，我觉得我就，哦，对你关吧。对，抽烟机还开着。哇，原来我们说话声音这么大。Sweet baby， 哇，真的，我好久没做饭了。帮你们蘸一蘸，是不是蘸咸咸都好吃？要晃一晃，要不全是上面的油，晃晃，这样油才能掉。好了好了好了，可以可以可以，别太靠下了，多了也不没有那么，对你晃一晃，它就不会沾到那么多油。这一定是好吃的。You balance me out, yeah. 好了，我觉得今天快要到结束了，就光做饭，其实也够了哈。我已经很有诚意了，我很久没有做饭了，你知道吗？就上台唱歌对我来说可能会更简单一点，然后突然之间做饭，我觉得对我是一种考验。很好吃。而且下一次考验估计会在多久以后？不用估计了，我觉得很久以后。下一次。然后下一次做饭会在下一次，也许下一次做饭的时候是在下一次饭之前。好，你自己说。啊？我听到吗？也就是说我很久都不会再做饭了。啊，哎，我出来凉快一下，因为里面太热了。你们可以吃的，要不拿出来吃？我觉得那个房间最起码比外面要高5度以上，凉快一下。现在大家吃完晚饭了吗？你们吃完晚饭了吗？我把东西拿下去。啊？我把菜拿下去。没事，你们能吃就行。哦，我要吃这个，我的紫姜在这儿。我拿这个筷子瓣吃一下。嗯，太好吃了。下一次等什么时候可以再做饭，可以大家在的时候吃。要不你们总觉得这个过程比较魔幻，但其实我觉得我做的蛮好吃的，真的是蛮好吃的。哇，我瞬间想给你们配个音，就现在你们端菜过去的时候，我就特别想给你们配一个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哇，你们接不上吗？啊？他去哪儿了？在楼上躲起来了。啊？年兽干坏事了。他在这儿呀 ，Roy。啊不，这不是 Roy。那是年年。然后这年年，瘦瘦呢？瘦瘦在楼上。瘦瘦刚刚一直守着我做饭，瘦瘦下来，瘦瘦，瘦瘦，你看这么多这么多人呢，我们今天其实挺热闹的。瘦瘦，你看这儿。啊，他不理我，他不理我。这里不是豪宅啊，这里是豪棚啊，这里叫21A，是平常我们录音的棚。对，因为现在哇，好诡异的灯光，真好。好了，我觉得今天差不多了。其实今天没有什么主题，就是一起年前聚一下。我也觉得我这个怎么看起来这么瘦，其实我也没有那么瘦，为什么这个镜头看起来那么瘦？还行，对，今天就是还行吧，反正到时候上台女明星会好看的，做饭的时候就不要太挑剔了啊。然后接下来我们从深圳3月9号开始上班，3月9号之前呢，可能断断续续的看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再跟大家分享，就主打一个随意，就像我做饭一样，主打一个随意。这样吧，最后结束之前唱首歌的话，我关键是我没有伴奏啊，我有伴奏吗？这种东西，我有伴奏这种高大上的东西吗？随便找一个哦，那个，我你刚刚的那个其实 QQ 音乐里面就有，我有一些歌是有伴奏的，你随便打开就好了。尊贵的会员，你免得我唱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断开了，我很丢脸的。
不是，我丢脸是因为我身边的人没有下载我的歌。让我看看你打开它会不会转圈圈。啊？然后待会儿开我的，发现我不是我，那就好玩了。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看看，你们可以把你们觉得唱什么歌发打到那个屏幕上。哎，我怎么连屏幕这两个字都要卡？前提是啊，前提是有伴奏的，前提是有伴奏的。这个不是这个原因，是因为这个棚里全部都是顶光，显得我瘦好吗？真的没有那么瘦。应该老多了，我跟你说，你就直接进入，对，然后专辑，我们找一个 happy 一点的。啊？他开始玩他的玩具了吗？这儿里面是有伴奏的，你这个是不是连的上面那个音箱？没有，没连，是那个。嗯，拿那个连上的吧，要不我觉得我一唱伴奏啥都听不见，还是得有个小音箱。哎，它不应该有伴奏这个东西吗？我觉得我是有上传伴奏的呀。啊。啊，我真厉害，我是真厉害。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哦，他们写的好像都不是这些。画心，画心，真的吗？我一年要唱画心要唱多少遍？我觉得怎么着得有个20遍、100遍。真的要在这里唱画心吗？我的梦吧。嗯，拿这个里面找吧。谢谢，就把它放在这里就。拆键子。那个。哦。哎呀。出镜入镜，沉香暗恋画心。哪来的画心三呢？你给我创造的。脸瘦过了，哇哦！我真的想告诉你们，开直播前我专门检查了，关了瘦脸。让我们唱点活泼的歌，好玩的歌。这个好，你没有连上，你没有连上蓝牙。你看，浪费表情了吧？年年，你过来，年年。连上没？没有连上。太高。你做过了吗？嗯。再开一下。你过来。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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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是年年还是瘦瘦？可以了哈。年年尿尿。我想了想。这样可以吗？从头，我们这样，这是哎，为什么放窗台那里？因为要插电子。哦，好的，没关系。我们来一首轻松自在的歌。还有哪里可以插电的？这样它可以离我近一点。到这边来吧，这里有插电的。好，这有插电的，太棒了。这里非常的温馨。其实决定要做直播这件事情好像就几天哈，两天、三天、三天，我也不知道为啥，主打一个不知道为了什么。你心里根本没有我。可以哈，听一下声音，这样就 OK 啦。来吧，这首歌叫《第七感》，2024的。不用，放这儿就好了。
真是 hold 不住。嗯嗯嗯嗯走了浮云，浮云带走雨滴，阳光在闪耀。当我想到你，什么烦恼都痊愈，快乐不再扰心，笑容多甜蜜，因为遇见你。Oh baby baby， 这一切是不是注定？只要能走到一起，迟到没有关系。Don't say maybe， 别说缘分。不相信，哦，这就是爱，有你的每一天那么的完美，快乐不用刻意营造，都有氛围，爱在每一天，顺时针蔓延，像风和雨永远都缠绵，不会改变。不是，不要晃，忍不住要跳。哦，那么热烈。心跳能让我感觉 free， 拥抱没有时限，你是我的第七感。不需要形影不离，只用闭上眼睛，眼帘会替我紧紧地抱住你。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停止找寻，再美的风景都不如你吸引。Oh baby baby， 没有倒数三二一，这样才叫惊喜。Don't say maybe， 别怀疑命运的牵引。Oh， 这就是爱。Oh， 那么的完美，快乐不用刻意营造，都有氛围，爱在每一天，顺时针蔓延，像风和雨永远都缠绵。会改变。你们来拿这个，我忍不住要晃，他们说我晃，快拿着别动，不许跳，我来跳。人的光线，心跳能让我感觉 free， 拥抱没有时限，你是我的幸福，要珍惜，不会一直有好运气，时间也向我解答。付出不怀疑，越了解心就越靠近，这就是爱。忘词了。哦，那么的完美，快乐不用刻意营造，都有氛围，爱在每一天，顺时针蔓延，像风和雨永远都缠绵，不会改变。Happy。这么安静呢？哇！你们怎么能这么安静呢？虽然不让你们跳，但是你们可以出声呢。真是的，我听不到屏幕前声音，但是我可以听你们的声音。他觉得我放了。没事。嗯，好开心啊！我们再找一首歌。好嗨了！然后再找一个什么？好，我要快乐的歌，我要快乐的歌。过年一定要唱喜庆一点的，找个英文歌吧。好，找个有节奏感的。其实我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不好好唱歌，就是不要按照发 CD 的时候是怎么唱的，然后就怎么唱。就我觉得唱歌是一个很自由的事情，所以每次唱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就是自由的东西，就是旋律啊节奏啊都可以改，都可以随便改。天哪，他们都在说我太瘦了。
对，这个真的现在关键他们要说瘦脸，他我真的没有开瘦脸，真的没有，我发誓。还专门检查，开播前专门检查了，没有开，因为棚里都是顶光，所以会显得特别瘦。这个里面有林强唱哪首？哦，这个英文专辑的。好的，好的，让我们找找平时不太唱的歌吧。找个能蹦的歌。我觉得可以，我好久没唱这个歌了，哈哈哈哈。拽嘛，哎，没准备好，没准备好，我还在摁音量呢。来，来。Try new body, spit up a night, looking for something, looking for someone who lasts longer than a night. I'm searching for purpose, from bar to bar, getting the numbers. But nothing ever sticks, only you, only you, only you get to me. Been with others and I always feel like living in. Only you, only you, only you pleasure me. And I'm loving how you make it feel so easy.Cause I love how you put my body first. Would you be my company, my company, for more than tonight, by my side? Won't you as my company, my company? Cause I love how you put my body first. Would you be my company, my company, for more than tonight, by my side? Body firstPull my body first. 怎么发现这个版本没有和声，完全没有。Body first. Pull my body first. You read every move so well. No need to talk, know what I want. It's like I touch myself. You're like no one else. Prepare if the lights are on. I usually do, but never with you. Wait, take it as it comes.Sleep plays on to dawn. Only you, only you, only you get to me. 真的吗？是快乐，是一个快乐。Living it. Only you, only you, only you pleasure me. And I'm loving how you make it feel so easy. 看，没有和声，这里又很干。Cause I love how you put my body first. Would you be my company, my company for more than tonight, by my side? Won't you as my, won't you as my? Cause I love how you put my body first. Won't you as my company, my company, for more than tonight, by my side, body first. Yeah.找一找，最后一首留给你们，你们来写。哎，我怎么把音乐关了？先放着，让我看看还有什么。捧瑶，谢谢，我知道你手酸了，但是你再等会儿。是，可以，可以的哈。嗯。花心啊，不行，不要，我们不要在过节大过年的时候唱一些很慢的、很悲伤的歌，让我们唱一点有节气的歌，好不好？让唱一些，比如说我在这边唱，你们可以在那边唱的歌。会，你们可以在那边，可以给我一瓶水，给我一瓶水啊！有。哎妈，我的亲友味，太辣了。啊！哎，身体语言最爱出镜入镜，星光，潮光，我找。找一下，好，我来。好，他们不该有单独有伴奏的吗？空格伴，你不用管我。好，啥？想去改变？改变呢？我看看这里面有没有改变呢？应该是
没有，我直接点到伴奏里面的。我主要想说找一个轻松好玩的歌。哎，改变。哎，尴尬了，这不是拼音。输入法不对，是这个吧？但没有伴奏，改编没有伴奏。哎，这样。但是伴奏在我的手机里，但我的手机在直播用不了。行，我来找吧。他们上面有说什么歌，你们也可以顺带提醒我。没有伴奏。哦，绽放美妙的啊，能不能找点正常的歌？爱就爱。爱就爱太干了，就有的歌它适合在现场听，有的歌就不太适合，感觉还是英文歌的里面节奏感比较，要么就是早的。改变那张专辑里面的哪首歌？哎，这个跑哪儿去了啊？让你找一下。你帮我找吧，我确实，我对于网络操作太不熟悉了。现在他们帮我找一找伴奏，然后最后一首歌。我们就结束今天的直播啊，好热呀，我到现在还能闻到那个菜籽油，那个哎，底好了，我在这儿，对，我在这儿也是出汗，我唱唱就觉得一股菜味儿。妈，Feels like diamonds in the skies. Don't think twice, think right. 哪里呀？新年比较好的改变，哎，但这是歌，不是伴奏。对，它这个没有收录伴奏，它是特别的。这个我不确定我还会不会唱啊。可以有歌词，可以，好吧，这首歌我怕我已经不太记得了，我听一下。有歌词，好吧，这首歌叫《为爱疯狂》，我多久没唱了？爱是一张网，掉落在中央，这无力抵抗。还行哈，爱是一个战场，致命的一枪就宣告阵亡。我的快乐，我的悲伤，完全为你释放。我的爱梦想，我想流浪，你都在最前方。你是我想抓住的渴望，我却只是对。除了翅膀，我却只想待在你身旁。Yeah, 我以为爱疯狂。Whoa, yeah, whoa, whoa. 我来看着歌词，在人来人往中，为何只有你在我的路上？
情让人眼盲，也让人心慌，却值得去闯。你的拥抱，你的胸膛，是温柔的肩膀。我沉沦了，我陷落了，什么都遗忘。你是我想抓住的渴望，完全只想。又唱错这一句。Yeah, I can't stop loving you. 爱情让我伸出了翅膀，我却只想待在你身旁。我以为爱疯狂，不管未来结果会是什么样。Oh, 就算笑着流泪，爱到受伤。我为你疯狂，我不怕了。唱不上去了。你是我想抓住的渴望，一层一层打开我心房。Yeah, I can't stop loving you. 爱情让我伸出了翅膀，我就只想待在你身旁。想不起来了，哎，真的是，下次不让你们在直播上看了，都在说我脸瘦，怎么着，真多问题。行了，我觉得还是现场见吧，在下来，我觉得如果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会不定时的看，是录视频，或者是直播，或者图片，因为我觉得。过年就要有过年的样子，新年新气象。妈呀，这个地方的光更瘦啊！就这样了，瘦多好呀！新年快乐，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3月9号深圳，3月16号重庆，我们在现场见。拜拜，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拜拜。快来帮我找一下哪里是下，关在哪里。